亲爱的朋友，起来赚钱！今天天气非常好，晴时多云偶阵雨，早上已经下过一场大雨，滋润大地。然后呢，现在又是阳光普照。那今天是什么日子呢？今天是赚钱的日子，今天是老鼠日哈，就是数钱数到手抽筋的日子，所以今天赶快起来啊！好，今天呢是生肖大福星有三个哈，因为今天是鼠日嘛哈，所以大家可以多吃玉鼠鼠，啊，或者呢喝牛奶哈，或者吃一些酸奶酪、说 yogurt 之类的，反正就牛乳做的制品特别的好。为什么呢？因为今天的生肖大福星里面有牛，就是我。好，怎么没有人拍手？好啦，就是呢，我跟你讲，不管世界局势有多乱，不管这个社会氛围有多悲伤，我们要保持快乐的心，因为呢。自己不快乐就会失去健康，所以我们要保持快乐，保持积极，保持开朗，要起来赚钱。就是你已经很有钱了，也要起来赚钱哦。每次我要出来上班，尤其来某某的时候，我们大楼管理员都说啊，老师，我看你哈、哦，已经这样的年纪了，已经这样的成就了，还要去赚钱哈、哦，我都不敢说退休了。我说退什么休？做到死不可以退休啊！人生就是要这样子才有意义，不要一直想，哎呦，65岁要退休，我70岁要退休哈、啊，不要退休。我们人活着哈、啊，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都是爱走哈、啊，爱走靠糖家哈、啊，知道吗？就是大家要努力哈、啊。好，那我们今天的生肖大福星当然就有牛啦，牛宝宝，恭喜恭喜！好，所以呢，你看你们今天一看到我，大家都有牛气哈，都可以红红火火有牛气。然后第二个呢，今天的生肖大福星有猴宝宝。好，猴宝宝就等着算钱，算到手抽筋哈。然后猴宝宝呢，今天开始可以想想，如果你觉得你的收入还没有很满意的话，可以开始研究一些投资的方式。然后呢，大家有一个误解，就是认为投资是不是要很有钱的人才投资？错。就算你一个月只有20000块薪水，你也可以投资，好不好？每一个月可以投资1000元、2000元，20年后你就是富豪，好不好？所以永远就不要认为啊，妄自菲薄啊，我们的薪水这么少，我们参加了我搞过来爬工啊，不要这样想。你只要有想法，你就有希望；你只要展开你的笑容，所有的贵人就会向你靠近哈。好，第三个生肖呢，就是龙宝宝，有没有龙宝宝？Hello， 有没有现场吗？龙宝，我们现场有没有啊？龙宝宝有一个是吧？龙更吉。帅哥，帅哥也是属龙，哇，太棒了！今天要大卖了，今天也是大卖。我们今天这边就有三个生肖大福星。哇，我也是生肖大福星耶，真的很开心，很开心。然后今天的财神在正西方，从你家住处往西方，哈，想要买乐透的哈，想要这个找工作的，往西方走几步。然后再去你要去的地方，好，这是一个开运的方法。然后今天的幸运颜色有紫色跟蓝色，哈，那我没有穿紫色跟蓝色是为什么呢？当然就是为了你们，因为我今天呢要到某某来介绍这个钻中钻，这个多拿一个戒指给我，我手上的不想要拔下来。这个钻中钻呢，你们一定不可以错过，为什么我要把风水的这种宝石，这种会滚动的，你知道每一个地方，不管你去饭店啊，你去什么地方，很多高级的大楼，它不是都有那个水幕吗？不是有滚滚的流水吗？还有很多的店家呢，也会放一个类似聚宝盆，但是呢，它的水是会有流动的。为什么风水要有气场的流动？好，气场的流动，你的财运才会是流动的，财运才会流到你家来。有些人运气一直卡卡，怎么卡呢？升官也很多年，就是一直指纹楼梯响，不见人下来。你碰到我的镜头了，就是只要你的命运就卡在那里，命运卡在那里代表什么呢？就是你的气场就一直往下沉，一直往下沉。所以人为什么会生病？其实因为你的气场不活络，好，你自己的那个气场的那个气势已经不见了，你自己已经没有所谓的气场，也没有所谓的正能量了。那所以呢，每一个人都应该要翻转，尤其现在是年终转运，就是2023年已经过了一大半了，是不是每天听到很多的新闻，让我们非常非常的不开心呢？但是不要一直不开心，因为
那个报新闻的，或者那个他们讲一些不好的事情的，他没有付你钱，所以你不要不开心啊。他如果有付你钱，你勉强不开心一下，这样比较划算。如果人家也没有付我们钱，然后我们只是听到，然后我们就一直那么生气，一直那么不开心，然后自己的运气都跑掉了。这个就不上算，所以一定要记得哈。如果你老公要叫你生气的话，看他一个月给你多少钱，钱给的够多，我们才跟他生气；如果钱给的太少，我们不要生气，因为不划算。生气一分钟就会失去60秒的幸福哈。说实话，他也不是钱可以买得到的，所以我们一定要让我们自己的心是很稳定的。所以我设计这个，其实我不是为了天下女性而已哦，我还有为了男生哦。你知道男人要幸福就要靠女人啊，你家的太太，你的女朋友啊，对你温柔体贴轻声细语，你有没有很开心啊？如果她一直对你说你就是没有出息，你就是你看连隔壁老公都赚的比你多，你们心情很不准。好，我们不要不准，我们就让我们的老婆，让我们的女朋友带上转中转。你知道这个转中转，我设计一个最重要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否极泰来，迎富送穷。我在这个底下呢安装了一个太极的图腾在里面。那太极当然我们就知道就是太五极啦，哈，探五极就是太极的意思，对不对？可是这还不是很打紧的，最重要是迎富送穷。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美梦，都有自己财富自由的梦。可是如果你没有把你的穷酸命先送掉，你要怎样去迎接这个好运呢？那是不可能的。所以首先我们第一件事情一定要有太极，太极就是帮我们迎富送穷。所有想要赚钱的人，你可能想啊，我就是想赚钱，我就赚不到。我最近也遇到这样很多这样的人，很可爱啊，都说老师，我也是想像你一样很爱钱，很爱赚钱，可是我都赚不到钱，这是为什么？因为你没有那个气场，你没有转动你的运势。可是呢，要教你转动气场、转动运势，有太多的方法。我把所有的方法的精髓就装在这一个宝石里面。太太带全家都发财，好，女朋友带哈，包括夫家一家都旺财。为什么？因为你每次在赚的时候，他就是在赚钱，你就是在向宇宙发出一个能量。第一个能量就是说我是一个有钱人。你要知道哈，钱只帮钱，钱不会帮穷人。所以我们先把自己迎富送穷，把我们的穷酸气给送走之后，我们还要再赚。我们要赚什么？我们赚宇宙财，我们要宇宙来给我们祝福，我们要宇宙来赐钱财给我们。当然我们自己要努力，可是我们要有运气，我们所有的运气就要赚中赚。我们赚了再赚，赚了再赚，我们就是跟宇宙说，所有的宇宙万物说，我是一个有钱人，我值得拥有更美好的东西，我是一个奋斗的人，我也是一个可以享受生活的人，我是一个有钱可以帮助别人的人，有钱也可以帮助我自己，帮助我周围的人，然后也可以帮助我的这个亲朋好友，甚至我可以捐钱到慈善基金会，让我的钱变大。好，你其实那就很像这钱母一直在滚，一直在滚。可是如果你自己没有信心，就算你现在身边有个几百万，你也不会开心，因为你就是害怕，用完了怎么办？用完了怎么办？没有新的钱进来怎么办？人为什么会一直担心，会一直害怕呢？就是没有气场。今天这一个就是要给你气场，给你满满的迎富送穷的气场。你看上面我的设计就是一个看起来像3克拉的钻，黄钻、黄彩钻，里面还有一颗小白钻哦，有没有看到？所以这个叫钻中钻，这个功法是很难做，而且我全部都是爪香。然后呢，旁边有一圈马眼钻，白色的马眼钻，有没有看到？它转起来很疗愈的，有没有？哇，它转得好快。然后呢，你一转呢就是财源滚滚，再转呢就是平安顺利，再转呢就是美梦成真。所以你可以每天一直不断的转它，跟你的心念去相应。所以我有设计一个项链，那项链也是可以转转转的，也是转得很顺的。这个就是流动财，我们的气场一定要流动，才可以帮助我们运势在改善。而且呢，我知道很多人都卡在原来的位置很久的时间，也有很多的妈妈告诉我说啊，生活不就是这样吗？我都已经55岁了，我都已经55岁了，
我还能怎么样呢？我还能够变出一片天来吗？但是其实你是可以的，但是你不相信你自己可以，你带上这个转中转，你今天看到这一档节目，其实也代表我们有缘分，你知道吗？这个在外圈呢，一个花圈呢有八颗钻，就是八方财运玲珑。哎呀 ，Conny 在马来西亚说钻翻天，然后玉凤也说士林区钻翻天哦，我也住在士林，谢谢你替我留言。好，哎，林玉雪是龙宝宝哈，好，所以呢，大家都很努力，大家都想要更好，所以我今天给大家一个很完整的套组。那最主要呢，这个其实我现在全球限量哈，那但是呢，我还是有一点点数量，希望就是分享给我们默默台的贵宾。那也是因为默默台的贵宾一直都很支持我的事业，所以呢，我今天这个来跟大家说。所谓的黄色锆石呢，它就是苏联钻的意思，它就是可以广招各方的财路，然后可以丰富我们的财运。然后呢，上面呢就是钻运花，就它一直钻，一直钻，一直钻，然后就是翻转财富，迎富送穷。就像你要化妆之前，你一定要先洗脸，弄干净你才能够化妆。同样的，我们要迎接好运来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先把身上的穷酸气给去除掉。带上这一个，你就同时在迎富送穷，就非常的简单。然后太极就是探极、探五极，而且你带上太极也在跟宇宙说：“哎，我跟你是同一卦的人，你要来支持我，你要来帮我加油。”所以我们有戒指，那代表盛开的花瓣，花开富贵，就是像我们笑起来灿烂如花一样。那因为呢，农历七月也快到了，所以呢，我都跟所有的朋友说，农历七月一定要带上一个红线。那我特别今天呢要送给大家一个是钱母，有一个钱，有一个古钱币，有没有钱母的红线是今天要送给大家的。红线就是鸿运大发，所以不管说我们在医院工作的人，我们在法院工作的人，在警察局工作，或者在菜市场工作，或者你做的工作是谁会遇到形形色色的人，其实你要保护好你的气场，你身上一定要带一个红线，而且这个红线是钱母的红线，所以出门就会遇贵人哈。然后呢，这个线是日本的线，所以呢，你洗澡可以不要拿下来，就所有东西都要拿下来，唯独这一条你可以一带带365天，除非它断掉，否则你都可以不要把它拿下来。然后它就是一个钱母，那你知道我们身上有带钱母呢，世界万物呢就会为我们生生不息，你的前一步会帮助你的后一步，万物会为你效力。怎么样可以让万物来为我效力呢？当然第一个，我身上要有太极，我这就是否极泰来，而且我就是在跟宇宙讲，我就是一个值得你祝福的人，我就是一个值得，我就是一个好人，我就是值得将来变成一个有钱人。所以呢，今天是这样子整个套组。那因为马来西亚跟新加坡的朋友也抢得蛮凶的，然后这个钱母红线手链呢是我最后的一波哈，以后就再也没有了。所以呢，希望今天能够看到这一档节目的呢都可以赚翻天，都可以探及，那最重要的就是可以帮助大家在这个非常非常非常就是常常听到很多的新闻都是很悲伤的，都是很不愉快的，然后世界也有战争饥荒，就是各式各样的天灾人祸正不断的在上演当中。怎么样守护我们的初心，怎么样保持一个喜乐快乐的心呢，就是特别重要。然后今天是郑怡，今天是郑怡，郑怡要跟我们一起来共度接下来的40分钟。哎，等一下，我们是1:40，一点四十，在一定要赶快在收，在35频道，在35频道，35频道，或者是说呢，老师等下给大家网络连结，对，你就可以直接购买。对，如果你喜欢的话，你就说赚中赚加一，对对对，然后我们就会给你个连结。那你如果没有办法看节目，你就可以进去这个那个 app 里面去订购，那这样子的话你就是都比较安全哈，不要买到诈骗集团的。之前有好多人订不到，然后就一直跟老师敲碗，都一定想要，因为你知道吗，戴上这个之后、很难做、你会轻松赚哦。哎，对对对，我这个忘了这一点，真的赚得比较轻松真的，而且因为老师有没有看到我们这个很好赚、你
我这是目前啊，我所看过的所谓的转运界当中，来最好赚的一个钻戒了，有没有？而且他老师他转不停，转不停，就是我转不停，转不停，转不停，真的。我跟你讲，这个、啊、你带回去哈、哦，光是那个视觉效果有没有？然后加上它的三克拉的视觉效果，哎，远远这么远都可以看得到，有没有看得到？所以我跟你讲，哎、啊，被轻松转，哎、啊、要对，要轻松转，要去喝喜酒，要最近要去喝喜酒。啊要最近要去找工作的、嗯、然后最近要去见客户的，对，这个你知道我有很多姐姐最近都在那个什么国小同学会，四十年的哦，四十、年很多那种妈妈，连妈妈很多姐姐都会参加那种国小同学会。对，我跟你讲真的比身上的那些气场，对，我讲老师气场这么旺，而且老师你看哦旺这么久，对，我跟你讲真的，我就身上那些东西，这个要旺气场的东西不一定要很贵的，但是这个设计要很到位，对，它要集合天地之气，对，要集合天地的能量，嗯，啊，最主要是它可以让你迎富送穷、哦、而且你带上来、我跟你讲信心强的带上来当天它就有感觉，对，信心比较弱的带上来一个礼拜你也会有感觉，对、啊、你有什么样的感觉呢、我有一个客人他说哎，我以前哦每次哎赚钱也是有赚钱，可是就一边赚一边碎碎念，然后呢、客人有时候看到就觉得说啊，老板你喜欢吗那人欠你我爸爸他戴上这个之后呢、他说他就赚钱变得很轻松，对，然后每天跟客人有说有笑、然后生意更好，哎，是不是财神都来了，财神都来了，对呀、然后他有时候说啊，老师我不能戴戒指，因为我要做小吃，我没有办法戴戒指怎么办，对，他就呢就戴一个项链，就戴一个项链，然后呢、我再教大家、你戴上这个呢，你的孩子要出门前你要给他抱一抱、让他运转、让他有气场，对，然后你老公呢也是一样、你给他抱一抱，然后呢老公赚钱很辛苦，那你今天祝你一切顺利、那你老公也会越来越顺利，对，那之后你要买什么没有啊，哎、真的、要买什么都有，因为我老婆我老婆是旺夫的嘛，是，你不要让人家讲说啊，我穿这里布料都没赚钱、你不喜欢你听到这样的话嘛，是啊，你要让人家讲说我穿这里布料赚大钱、哇、心情又好、所以你要做一个旺夫的女人，对，要做一个旺夫的女人就是要好命，是啊，你第一个要好命，那怎么样可以让好命呢、有赚钱的好命啊、真的太极迎富送穷就会好命，然后是，对，然后这个就是有钱花，然后就是开心花，那就是随便花轻松赚哈。对，好，那今天呢反正名额有限，那希望就是大家1:40，然后在35频道，35频道、然后呢钻中钻项链有一条，对，然后戒指有一个，对，然后还有前母红线手链有一条，这样三合一多少钱？三件组哎，三件组，你知道这个在老师的官网，光是一条这个2480，这2480，然后这个也要1000多块。今天的价格只有陌陌有优惠哦，对啊，那外地的朋友就没有办法，只有今天有优惠，只有现那你1:40以后赶快订购，对，好吧，1:40赶快订购来。我们今天哦，陌陌的优惠价是只要1980，打语音，打语音再少100块钱，对，网络或是打语音再折100，等于是1880，让你发发发。对呀、三件组啊，三件组，最主要是这个功法很难做。对，其实我距离上一次推出钻中钻应该有超过5年的时间，没错。那为什么一直没有办法推出呢？就是厂商没有办法做。对，然后这一次呢，好难得找到这个厂商，他真的是很佛心、他真的是很佛心，对，他光打样打了6个版，哦，让我挑到满意、让我挑到是我是要带给大家的祝福、对，而且是你任何人带上来你就觉得啊好有效，20岁的小女生你带上去的时候啊、就比较不会盲目的遇到一些烂情人，对，哎，因为你有探极，你有智慧，对，而且呢你有这一个运转，对，就是把你的运转到比较高层次的运气，你就不会随波逐流。那如果30岁的人对带上这个呢，嗯，你就不会找到错的工作，是，你就不会搞错人生的方向。30而立嘛、每个人都希望，人家说男怕选错行，女怕嫁错郎。30岁大概人生呢，大概要定下来下一个方针的时候、对，我们要把我们的运气给守好、希望我们遇到的是良人、是贵人、对，我们所找到的工作是有益处的工作、对大家都有益处、对自己也有帮助，对，而不是有人去上骗去诈骗集团上班啊，汤啦，有人去讨债的公司上班啊，有人去那个
就是去叫人家一直借款一直借款的地方那个上班，是，所以其实这一切的一切呢、嗯、都是要你有很好的气场，对，有很好的运。还有一些人呢、嗯、去找工作还被老板骗，哦，这真的是有些老板就是、嗯、他就是假老板嘛，对，或者就是一个坏人嘛，是。然后有些人在女生不是去应征 model 去应征什么、嗯、还被人家性骚扰之类的，是。其实这些都是你自己没有保护你自己，你气场不够好，对、嗯、所以我们一定要建立自己的气场，让我们自己不管去到哪里呢都可以有智慧、嗯、有福报，对，遇贵人赚大钱。谢谢大家，待会儿见了，拜拜拜拜拜拜。